第一步首先要下载应用程式，按 Play 商店，搜寻修图程式，之后按安装，耐心等候一至两分钟之后就可以的了。去到第二步就可以开始装饰你的相片，按翻啱啱下载咗嘅修图程式，之后按相簿，并选择你想编辑嘅相，拣好之后就可以按选择，然后你可以加入边框，选择自己中意嘅边框，按贴纸，加入日期贴纸，选择你中意嘅款式，然后再设定你想显示的日期，按完成之后日期贴纸就会出现的了。按住贴纸可以任意移动，按住它右下角的箭嘴可以放大缩小和旋转，按加入文字，输入你想加入的文字，然后你可以选择字体，还可以为文字加入边框，同样都是可以任意移动、放大、缩小或者旋转的。完成之后就按储存。第三步，你可以看自己制作好的成品，进入媒体夹，按入修图程式相簿，然后你就会看到自己完成了的成品已经在相簿里面了。